诸位大德，诸位老师，诸位同学，好，哈哈，特别开啊！昨天我们从香港来到吉隆坡啊，那么今天呢，听说下午有13个小时的飞行，这难得呢，这边有个王大夫啊，他是虔诚的穆斯林，他听说我来了，要给我做一个保健，所以我的时间呢耽误了，现在才到此地啊。那么很久就想来啊看看大家啊。诸位可以说都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先锋队，非常的难得。这个工作从庐江开始做到现在，效果非常卓著，不但在中国国家肯定了啊。听说现在中小学已经把《弟子规》列入了必读的课程啊，那么在世界许许多个多多的国家地区啊，也都响应了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那么这一次，我们非常感谢，马来西亚的宗教团，特别是天主教的大主教啊，他安排我们这一次到罗马教廷的这一次的旅行。旅行的目的，寻求怎样化解现在世界上的灾难，社会的安定，跟整个地球的这些灾病啊，我们想听听呢，天主教的这些最高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怎么个看法，有什么方法呢来应对现在的问题。无论在哪个行业，好像都非常重视啊！我在这个之前半年当中，在澳洲访问了10个宗教。以往啊，我们访问宗教都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啊，灾难问题没谈到啊。现在几乎大家都谈这个问题。这个柯南是美国那个电影。2012引发出来的啊，它全球联播，让大家呢有这么一个警觉性啊。同时，我们在资讯里面看到这个灾难频率不断上升啊，灾害呢也加重啊，所以人心惶惶啊，都没有安全感啊。那么很多人问佛教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法啊？佛教徒是如何来对应这个问题？真正的佛教徒就不同啊，这是这一点，我们从事传统文化工作的人呢一定要明了，我们不迷信啊。老实说，佛教是教育，不是宗教啊。但是它现在变成宗教了。我们末世的佛门弟子都有罪。你看老师这么好的东西，怎么会把老师变成宗教啊？变成迷信？
那变成让一般人不敢接触，这个罪过多重啊！所以我们首先要明了，今天在社会上，佛教有六种不同的形态啊，我们都要认识清楚。第一种，释迦牟尼佛传统的佛教，那是什么教学？佛陀教育，那它不是宗教。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，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啊，孔夫子讲的32立了啊。孔夫子15岁有志于学，大概释迦牟尼佛可能还早一点啊，比孔子还早一点啊。释迦牟尼佛是19岁出去参学。啊，那么当时印度是宗教之国，啊，印度的宗教他都学习，他不是学一个宗教，他什么宗教都学。现在讲的多元文化，所以多元文化谁带头呢？释迦牟尼佛带头的。那这个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，什么宗教都学，什么学派都学，真叫广学多闻呐！啊，学了12年，啊，到30岁。没地方再学，在印度他都学完了，啊，可是问题没解决，因为古印度的学术实在是了不起，啊，他们用的一种方法，啊，一直到今天，多少人都羡慕，但是也搞不清楚，这个方法叫禅定，啊，禅定。不是释迦牟尼佛提出来的，古印度婆罗门教，就是现在印度教的前身，他们至少有10000多年的历史啊。现在世界上承认他8500年啊，这大家公认的。实际上我们相信，有理由相信啊，他有10000多年历史。那禅定功夫也了不起啊，他们把这个定分作8个等级啊，一个级别一个级的8个等级，4禅4空定啊，通常我们讲4禅8定啊，其实际上它只是8个阶层啊，最高的第8定啊，能够突破空间为次。他能够看到啊，28层天，啊，天有28层，他能看到最高层，下面能看到阿鼻地狱，啊，空间维次全突破定中的境界。我们今天科学家探测宇宙是靠机器、靠数学来推演，啊，靠机器来观察，他们不需要，他们一入定全都看到。啊，定中时间跟空间没有，时间没有了就没有前后，啊，先后没有，没有了。几千年前看到，几千年之后也能看到。啊，空间没有了就距离没有，啊，飞翔飞飞翔出天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极乐世界在哪里？也就在几千年前。距离没有啊，所以这是现代科学都做不到的事情啊。现代科学家知道时间空间不是真的啊，这个说法是正确的，但是他现在没有办法像佛那么自在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30岁的时候，等于说他的学业完成啊，完成问题没解决，那就是六道状况呢，那就一清二楚啊，太清楚了。这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？这个问题在当时宗教不能解答，啊，学术界也不能解答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没见到。
所以佛就把十二年所学的暂时放下，在恒河边上啊，毕多罗树下，现在我们叫它做菩提树，在这个树下入定，入更深层次的禅定啊，这个问题才解决。这个解决叫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啊，彻底明白了啊，六道怎么回事情啊，为什么会六道问题全部解决？解决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，所以三十岁开始教学，七十九岁过世的啊，教学四十九年了。什么身份呢？要用现在来说，他是职业老师啊，一生从事教学啊，跟中国孔子一样。但是孔子真正发心出来教学是晚年了啊，他老人家志在求得一官半职，他很想做周公，很想做管子啊啊，让他来有这个机缘呢，为大众服务啊，把这个政治这个工作做好。可是没人敢用他啊，周游列国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，没人敢用，这样才老了才回家去。回家那一年68岁了，真的是老了啊！回去开始教学，73岁走的，他只教了5年啊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教了49年。啊，孔老夫子最后教了5年啊，都了不起的成就，都是大圣人啊。庐江开学的时候，我跟老师们说，我说我们要学孔子，要学释迦啊，要做一个好老师啊。他们是圣人啊，为什么叫圣人呢？他全都做到了，然后再教别人啊，像《弟子规》《十三业》啊，这个《感应篇》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三个根，人家做到了，百分之百的做到了，再教人呢，别人相信了，那这叫圣人了啊！说出之后能做到。这是仙人，第二个，说了之后自己做不到，那叫骗人了啊！那怎么能叫人心服口服呢？怎么能叫人修行啊？所以我们要做圣人，要做仙人，我们不要骗人啊！我们先自己做，你只要真正去做，认真的去做，那就是孔子所说的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”，那一种快乐。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到的啊！这里头有乐趣啊，所以大乘佛教里面常讲啊，世味哪有法味浓，这世间这些味道啊，比不上法味，你要落实做到，你才能尝到法味，你不肯去做，法味尝不到，乐趣没有啊！你越做就越欢喜啊，越做智慧增长啊，烦恼就没有了啊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菩提就智慧。迷的时候无量无边的烦恼，觉悟了之后无量无边的智慧，它怎么会一样啊？智慧能解决问题啊，解决个人的问题啊，个人有灾难，你是灾难，灾难是烦恼、习气、病苦、病痛，后头还有轮回啊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，真是麻烦事。觉悟之后啊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。涅槃是印度话，意思是不生不灭，真的不生不灭了，
不是假的，没有生死啊，那这是解决自己问题，自己问题解决了之后啊，可以帮助解决别人问题啊。你像现在啊，这个社会动乱啊，地球灾变这么多，能不能解决？难。我们自己把问题解决，就能解决宇宙的问题啊。宇宙星球围绕的轨道出了问题了，我们都有办法把轨道给它修正，给它还原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科学家做不到啊，我们做到啊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念力，就是思想这个念头，念力啊。佛给我们讲的，一切诸法从哪来？心，心现是别，心是真心啊，真心能现能生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是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那怎么生的呢？念头生的。你不起念头，这万法没有。自信的本来的样子是什么？佛经上形容三个字，叫常寂光。那是自信的样子。常寂光里面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。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都是常寂光里头变现出来的啊，所以它能现啊，能现能生能现啊。这个变化啊，我们看到这个境界变化太复杂了，变化无穷啊。那变化是什么力量？识啊，心性识变。如果没有识啊，自信现的这个境界没有变化啊，没有变化，我们叫它做一真法界啊。那个法界的永远不变啊，人永远不老的，永远不生病的啊，树叶永远不会落下来的啊，花四季常开的，没有花开花落的，它永远不变。那山河大地永远是那么美好啊，绝对不会有地震啊，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，那叫一真法界。那是什么？只有念头、念起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如果这个念头起了，带了分别执着，产生变化，叫识变，就识就是分别执着。有这个东西呢，它就开始变了。把一真法界变成十法界，变成六道，变成三道，他在那里起变化，不是真的有变化啊。这个变化的时候，佛在经中告诉我们说，梦幻泡影啊，要知道是跟梦中境界一样，你迷在里头。如果你一旦觉悟，你就能够主宰，真的自己做主宰啊。你没有觉悟去，你是被外的环境转，很苦啊，随着环境转。你能够觉悟，你能够主宰环境啊，你让环境随着你转，你不会跟环境转。这是大乘教啊，啊，通通在一念心啊。所以我们身体不好有病，只要念头啊，不善的念头放下，心态回归到正常，一边就没有问题啊。我们这个生病的是细胞啊，细胞带着病毒，心态正常呢，这个病态的细胞的时候，慢慢它也恢复正常啊。恢复正常就是最健康，它不要靠外面的量啊，完全靠自己的意念。这个意念宗教懂得，一般宗教叫祷告，有没有效？有效，决定有效啊。但是祷告的时候条件，心要清净，不能怀疑，不能夹杂啊。
一心专念，他就有效。如果说集体祷告，那个力量就更大，那力量不可思议。你说有十个人、二十个人在一起做祷告，把所有一切妄念放下，一心专注，那力量不可思议。我们在这一份资料里面，这是一本书，叫《解读末世预言》，大概这个出版的量不太多，好像现在已经不出了，这个书买不到了，分量很大，我把里头重要的揭露下来，非常值得我们做参考。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一个妇女得了癌症，她这个身体里面有3公分那么大的一个肿瘤，医生都没办法治，他找的有3个，也是医生，这个医生呢，他相信这种方法，那么就在 X 光面前 ，X 光看到身上那个肿瘤，3个医生站在一起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清净心，这个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一心就看着这个肿瘤，做祷告，祷告用什么来做？这肿瘤没有了，肿瘤走了，肿瘤走了，走了，也不提肿瘤了，就走了，它没有了。祷告了2分40秒，肿瘤真的没有了。科学没法子解释，怎么可能？就是一切唯心造，意念转过来，病人也跟着你祷告，病人心里也想着，他们就会感觉好像助念一样，咱们佛法的助念一样，他也跟着你，肿瘤没有了。2分40秒就没有了，再去找没有了，医学没法子解释，最后呢，科学还是有办法，量子力学解释，这是今天尖端的科学家，量子力学里头肯定宇宙之间没有物质这样东西，那物质是什么呢？是科学家告诉我，整个宇宙只有3样东西：能量、物质、信息。它就这3样东西。这个3样东西跟大乘佛法讲的阿赖耶的3细相啊，一桩事情。所以我们很佩服他，他怎么能发现？见到阿赖耶，在大乘佛法里面讲8地以上的菩萨，他才能见到。他们能够发现，有这个东西。能量就是阿赖耶的业相，物质就是阿赖耶的境界相，信息就是阿赖耶的转向。信息是念，就是分别执着，所以分别执着能，你看变这么大的事，所以我们佛家唯识家他们讲宇宙之间只有识，除了识之外什么都没有，叫唯识嘛，他其他都不承认，所有一切境界相的识能转变，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的身体健康长寿，寿命做增长，体力不衰，就是这个念力啊，所以你念头要正的，不能邪。念头里头最可怕的念头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这个念头把你自己毁掉，你永远没办法起心动念，没有想自己。我们想的是正法救助，我们想的是世界安定和平，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，别想自己，把自己忘掉，自己跟整个宇宙融合成一体，这是佛教的王道，这才能回归自信。
啊，所以了解这都从哪里来啊，我们就晓得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改变它，对治它啊，恢复它的正常啊，正常最健康，正常最圆满啊。我们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什么是正常，伦理道德因果正常。啊，因果是真的。今天我带了一本书，凯撒大帝罗马军团东征，想把中国灭亡，想统治中国。那个时候你看，从罗马出发到中国都是走路啊，走了多久呢？走了一年两个月。军队走到中国边界啊，就是西域，现在的新疆呢，人死了三分之一啊，他也没办法补充了，他军队死了就没法子补充了。到达河西走廊，大概只剩一半，跟中国打了几次仗，原来以为中国人好欺负，没想到中国人很厉害。啊，在新疆一次战争的时候，他就死了9000多人。啊，所以这一仗打之后，他们的信心就没有，士气没有，觉得中国没办法战胜中国，啊，但是也没办法回去，所以最后全军覆没。啊，这个元帅是凯撒大帝第三个儿子，三王子，啊，都自杀了，2000多年了，幽魂不散啊！啊，现在这支军队这10万的这个幽魂者还在甘肃，啊，他们附在一个妇女身上，农村的妇女身上，啊，把这个故事说出来。这有个当地一个统战部的一个科长，姓高，高先生，啊，他是无神论的共产党，无神论。几次一接触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这个妇女生长在农村，从来没有出过门，她怎么知道罗马的事情？她是古罗马，她说的是一口是古罗马的话。那从他们去到这个外语学校啊，去找这些老师啊，专门学这个外语的，找他们来教他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他附身说的是罗马话，不附身的时候，这个李金南一句外国话也说不出啊。所以接触都说不是假的。现在这个科长啊，相信把这故事写成一本书啊，人鬼谈话。啊，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了，在查历史，历史上真有这个事情，啊，他讲的不是假的，啊，这个故事告诉我，人有死没有死，身体有生死，灵魂不死，啊，灵魂是迷了叫灵魂，觉悟了不叫灵魂，叫灵性，啊，觉悟了叫灵性，你看这个。六祖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他具足什么？智慧德行啊，就是佛在华严经上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行啊，智慧是自信里头本来有圆满的智慧啊，德是什么呢？德就是讲的这个信息，相就是讲的物质啊，那个智慧就是能量啊，这自信本有，就迷了悟了的时候叫智慧德行，迷了的时候那就叫做能量信息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业相、转向、境界相，迷悟不一样啊。所以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们自己能做主宰啊，我们能主宰自己身体啊。
啊，我们也能主宰这个宇宙啊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心性色变啊！所以佛法对这些灾变没有抱一丝毫悲观啊，没有了，佛教不是啊，佛教看得很平常啊，这种现象现前了，想想我们哪些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行为，赶紧改正过来。这个里面讲的量子力学科学家也是这样告诉我，你只要把心态转过来，问题就很容易化解啊。所以医生对这些病人，医生能把病人治好，其实治好70%的因素是在心性。医生对病人有信心，病人对信心有信心，信为道源功德，他有信，他心态就好了嘛，就很容易转。如果没有信心，怀疑他这个行不行啊，到底这药你管不管用，那就绝对不灵啊。药物是在讲顶多只占30%，信心占70%啊，这个很有道理的啊。所以今天这个时代到这个时候应该是宗教大团结啊，文化大团结，要互相学习啊，认真去学习啊。每一个宗教里头都有很多精彩的东西，我们都能够吸收其精华，充实自己，这好事情，这不是坏事情啊。每一个宗教都这样做，那就冲突就没有。啊，我上次在这里面也接触了不少人，看到人要办宗教大学，每一个教是一个学院，将来不同宗教都是同学，科系不一样，都是一家人，从这里奠定基础，给这个世界化解所有的冲突啊，个人的、家庭的、社会的啊、族群的、宗教的、国家的，所有冲突都能化解，带给这个世界永久的安定和平。诸位老师今天在这里开始这桩大事情，从这开始，你说多有意义啊，多有价值，这一生没有白来，没有白过啊，那我们有非常有信心会做得成功。啊，昨天有同学拿一张报纸来给我看，啊，这是马来西亚的首相，啊，有一篇谈话，里头有一句我看到了，啊，非常欢喜。他说他要把马来西亚，啊，做成一个宗教团结，啊，这个和谐的示范国。啊，在全世界做一个好样子，这还得了？这个念头啊，在佛法叫无上菩提心的，他在那发无上菩提心的，一切诸佛如来，所有宗教的神圣呢，都会起感应。啊，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，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做起点，啊，全心全力来协助这个政府。协助这个族群，协助这个国家，啊，真正把这个理念落实，全世界的人都得到了，啊，全世界的人都有福了。那么我今天下午啊有长途的飞行，啊，我的话就讲到此地。我回来之后啊，还会从这边经过。我想再找个时间报告我们这一次访问的经过，今天就是到此，谢谢大家。